走开！爸，知唔知发生咩事啊？十七，你去咗边啊？发生好大件事啊！死咗好多人啊！桂花香都俾佢捉走咗啊！点会咁噶？我听啲人讲话咩，有个高官俾人行刺啫嘛，无端端点会捉到桂花香嘅啫？唉，啲老人话俾我知，桂花香原本咧就翻宾馆嘅。點解撞啱雙方嗰度博火喎？桂花驚你上嚟，咪匿去架吉寶車度咯。嗰班人就捐埋上吉寶車喎，咁連人帶車車走我女啦。你放心啦，成個租界依然咪封鎖曬，應該好快拉到人噶啦。桂老闆，望一望似唔似？係九成九似啦，不過塊面尖一啲，改改佢，改完之後再俾老闆睇。明白。包栗子啊，唔該。喂，有生意唔做啊？喂，老闆，一包栗子啊！一包栗子我，兩分錢一包。老闆，借個火用啊！邊一路人啊？係你帶咗桂花香嘅，對方到底係生定死？要殺邊個唔得？我就要知桂花係生定死。桂花系生系死啊！十七哥，你而家个头系咪仲系好痛噶？我冇事，最紧要你冇事啊！系我家冇事啦，你睇下，而家咪翻出嚟咯。阿先生，照你嘅描述，画像画好啦，你睇下似唔似？似啊，九成啊！是他啊，處長，看來這個人還在租界，很有可能他的同黨還在這裡。既然他們還在租界，那我們就不要分散人手了，將所有的人集中一起，守住所有關口。好。十七哥，這個是剛才打傷你的男人啊？是。他跟在桂香樓開槍殺人那個不是同一個人來的。是嗎？這麼肯定？我當然肯定了，剛才我在駕車跟他這麼近，他化了灰我都一定認得他。那我接回原定計劃，三分一的人守住關口，其他的我逐家逐户去搜。柴生，如果有什麼消息的通知我。哦，好。慢下。喂，十七，打你的人就是這個男人。喂，他不是。喂，阿爸，我知道你想說好像桂香樓開槍的人嘛。是。兩個人來的，剛才你立下眼當然有點像，但他們的面型很不同的，所以那張掃描我們不要理了。啊，是的，阿媽吃完柴世伯的藥心跳有沒有好一點？好好多啦，系啊，煮咗宵夜，過去食啦。啱啦，成晚驚心動魄，我到肚都亂啦。我扶你。使乜你扶啫？整親個頭又唔係整親腳。哎呀，我唔扶你，你就會跌親噶啦。喂，貴叔貴嬸，上面真係打得好爛喎嚇。係啊。唔客氣嚇。唉，我今次啊真係俾個狗頭司令害死啊！又搞成咁，又死咁多人，都唔知幾時先可以做翻生意。阿爸，你話邊個係狗頭司令啊？咪今日晏晝俾人殺死嗰個咯。冇見佢斯斯文文啊！殺人唔眨眼，喺自己地盤度種鴉片喎，為所欲為。仲有啊，佢個花名叫做唐如麻。乜佢係麻子嚟嘅咩？佢豆皮㗎？你就豆皮，殺人如麻。你估今次殺佢嗰班人咧，會唔會係啲咩秘密組織？
今次係為民除害啦。哎呀，啲男人喺度講好啦，咁出邊講啊，惹禍上身啊。我只係為奶為奶講啫嘛。阿貴叔，你唔使擔心。我覺得咧，趁機會裝修一下，搞大呢個宣傳，一樣有得做啊！呢度仲有錢咩？唉，我哋蝕咗咁多年啦，邊有錢裝修啊？錢方面唔使擔心。你哋知唔知道永業銀行點樣過到呢關啊？七爺啊，一隻腳插咗落棺材，我一手將佢掹翻翻嚟。所以我話我個仔幾時都咁叻嘅。所以啊。十七，我加你200個大洋做人工，令我哋永業銀行中咗左右手。七爺，我咪講咗啦，我呢世人咧咩都自己作主，唔關做人馬仔嘅。再講啊，你七爺啲工好難打嘅。咁好，兩件事。第一，你欠落我哋永業銀行嘅債一筆勾銷；第二，我七爺牙齒當金使，我哋簽嗰份口頭約繼續有效，冇其他。咁你就繼繼續續做你嘅窮光蛋，繼續俾人追債，快快脆脆鋸埋個扒爛。我叫你快快脆脆食埋個扒爛啊！我而家又決定改變主意，我做你嘅馬仔，一個條件。借2000個大洋俾桂香樓嘅老闆，佢哋急需裝修。借2000個大洋是少，但係點解你改變主意？我突然間諗起一句成語：狼狽為奸。我同你狼狽為奸。係啊，狼同狽咧兩個樣差唔多，但係兩隻完全唔同嘅動物嚟嘅。狼咧就前腳長，後腳短。背咧前腳短後腳長，於是乎咧兩隻需要夾計揾食。背咧就伏喺羊圈嘅欄杆前邊，只狼咧就跳上個背脊，靜雞雞等機會，睺住啲羊仔經過，伸長個前臂，咩一隻，咩另一隻，咩咩。我發覺你講嘢咧好中意連埋啲動物，咩雀不飛龍中雞，而家搞咩啊？狼狽為奸。想創你嘅心啊，同七爺狼狽為奸。咁係啊嘛，嗱喺上海做生意咧，靠三碗面，人面、情面、場面。七爺啲三碗面食到盡啦，差就差在我呢啲鬼主意 ，bloody idea。都有你道理嘅，但係點都好啦，我七爺敬你一杯，歡迎你加入我哋永業銀行。祝我哋狼狽為奸，合作愉快。狼狽為奸，贏盡上海灘。咁押韻嘅。狼狽為奸。Hello， 想睇我有份演出嘅《法政先鋒六：幸存者的救贖》，而家喺 TVB Anywhere North America 就有得睇啦。每日緊貼香港更新，快啲 download 呢個免費藍色 app， 隨時地煲新劇啦。